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积乐酷评，这个节目叫两分钟带你玩遍各种新奇硬件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是你一定会用得到的家用产品 ，Socare X3 智能电动牙刷。没错，现在连牙刷都开始智能化了，刷牙不仅要牙膏，还要 APP。先说这个东东，它和我们市面上见到的电动牙刷有点相似，简简单单只有一个按钮，下面是模式跟电量显示，每按一次分别对应不同的清洁模式，总共有清洁、敏感、护理、美白四种，每按一次都有着不同频率的震动哦。它内置了1000毫安时的电池，听起来小吗？充电16个小时，震动25天，其他的还有什么无线充电、IP67 防水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直接来看一下它有什么牛逼的功能吧。安装了一颗加速度传感器和一颗蓝牙芯片，你可以通过蓝牙连接 APP 记录你每天刷牙的情况，你刷了多久，刷干净了没有，一目了然。当然，我们刚刚说了它有4种清洁模式，许多强迫症患者每天不知道刷哪种好。你可以在 APP 里面进行个性化定制嘛，每天刷牙之后你就可以顺便给自己加个美白或者按个摩了。好了，这个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最智能好玩的牙刷，如果你对它感兴趣，别忘了扫描这个二维码，或者在各大 APP 市场搜索 OKEY 下载我们的 APP 来进行购买。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记住，积乐酷评只对新鲜负责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国庆出行装备攻略，让你出行更轻松。活动时间9月12号到9月16号。